一，我最近需要招一个助理。二，我们现在没有资金招聘助理。三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们现在人手真的不够。四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五，今年经济不景气。六，不裁员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七，那我们招一名实习生怎么样？八，他可以帮我分担一些工作。九，你有什么推荐的人？十，我认识一个应届毕业生。十一，他可以帮忙做些项目。十二，我们还可以减少一些开支。十三，听起来很合理。十四，让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助理。